前，造成科技人员车祸的新型蓝点 AI 仍在逃窜中，动机与接下来的动向皆难以。长安，他们是叔叔和阿姨。如果喊你帮忙出车祸那个人，就是投靠在御前高中的林一，我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这件事，我一定帮你。我现在没这么多时间浪费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的朋友啊 ？AI 受到阿西莫夫武汉的限制，所以基本上他们不可能攻击人类。原来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当年我就警告过你，这个项目不能去碰。我想这个地球上还没有做红线的。我都看过那个跟你一模一样的 AI 了，我有冤枉你吗？它是机器，不是人，必须销毁它。